欢迎各位再次收看《古不奇效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55期的节目。今天的话呢，给大家补完一下这个 Kingdom 系列的这个这一波 Deluxe Class 里头有一款是属于类似于乐高拼装组合的这个三角龙的骷髅战士。那从围城开始呢，每一波的第一集呢都会有一款这种组合式的金刚。那么我通常会把它留到那一波的最后一款来做，因为我个人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这种组合系列。当然有些人很喜欢，因为它可以发挥很多的创意。那跟上一波的这个暴龙形态的这个相比的话呢，这一次的这一款的热度感觉比较低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它也不错啊，确实还是有它的一个乐趣性。至少我认为在一些角色的细节上，其实它的呈现的话呢比先前的这一款我觉得还要再稍微多一点。当然之前的这一款的头雕实在是太好看，太劲爆。它身上这种黄是有点类似博物馆里头那种骷髅，就是已经真的是很久的这种化石龙的感觉。然后这一款的话则是一个比较类似于白骨的形象，然后这个干扫的话呢感觉好像有些地方只是弄脏了而已啊，就没有那一款那么样的来的有年代感吧。那他的一个人物的造型的话呢，可能也是大家觉得说比较胖还是怎么样，那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有比较喜欢。那头雕的话这一款其实做的也是不赖了啊，眼睛的话呢也是血红色的眼睛啊，如果你喜欢的话把它盖起来啊，姑且可以当做呢它是一个戴上头盔之后的样子。那今天外面有下雨啊，那我们家呢就最近不知道为什么附近呢可能环境比较好吧，鸟声啊什么的都有，现在雨声可能都跟着录进来了啊，我们这社区里头很安静。那么人形态的话呢，可动的话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其实都不算太差的，球形关节，手臂360度的转动啊，如果你手臂想伸长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可以暗算敌人啊，他的这个手臂啊这里呢是这样子反折进来的。那手的话呢出拿到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装反的状态，我跟各位说一下，你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它应该是装成这个样子啊，它应该是装成这个样子，所以呢你这个手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发现好像跟说明书上不太一样。那我也给各位再重复啊，回复到它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我记得好像是类似于是这个形象吧啊，类似应该是这样啊，不对，这个应该是这样子推进去追出来，哎，应该是这样，可能吧，类似这样的。Anyway， 它是一个盾在上面的，那它的一个手啊，就真的只有在这边突出一块，那这是龙形的一个脚掌。那这一块的话呢，按照合会的话呢，我们合会呢给它一个很好的解释啊，是把它弄成是类似于是一个火炮的一个感觉。但是玩具的话呢，跟这个感觉呈现度是差的比较多。腰身当然可以转喽，脚的话呢，膝盖可以动，然后内外可以做一个翻折，注意一下小腿内侧有空洞，这一侧没有啊，所以它这个左右腿的话是有一个有一个算是有一个区分吧。这个部件的话你可以拿下来，一样可以扣在这里。那我们的话呢就简单的给各位示范一下啊，它变形成一个三角龙的一个形态哦，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的简单。这个部件一样都是先给拆下来，那么呢这个脚啊1、2、3呢也是可以拆下来的啊，如果你想要呈现它的一个有一个带刺的大锤的话呢也是可以把它给取下来的。那我们就继续它的一个变形吧，这个部件拆下来啊，然后这一次的话整个下半身的裆部还有两腿的话呢是不需要拆的啊，然后呢这个部分的话是把它往外推出去，这个地方给盖起来，哎，不对，不用推出去啊，不用推出去啊，这里有一个非常猥琐的一个变形的地方。我们首先呢把这个手臂这个地方拿出来，然后这里翻出来，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一处跟这里做一个简单的结合，这里扣上去，把它给塞进去啊，然后的话呢这里有个洞，这个洞的话呢就是安插它的这个人形的下半身，把它给扣上去，然后你就看到它的一个脸呢跟自己的要害部位呢几乎呢是要靠在一起啊，非常的猥琐，但是无所谓啊，因为他或许很喜欢吧。然后呢尾巴的话呢再给安置上去，这个都非常的直觉啊，非常的直觉。最后的话呢这里有两个凸，那两个凸扣上去的时候呢，这里扣上去的时候呢一样啊，记得这里是有内外之分的，我们当然是把这个好看的呢放在外面啊，难看的狗屁倒灶一肚子黑水的话呢当然是要隐藏起来了啊。好了，那么最后就只剩下
它的一个头部了啊，这个先把这个手啊脚啊的都给弄好，那头就是这个地方给卡进去，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难度的啊。那么呢，我们的这一款这个三角龙的化石战士的话呢，就算完成它的一个拼装重组的一个过程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啊、在骨头的状态下呢，它的之前在机器人状态下的一些类似这些有一些比较是科技感的东西啊，甚至还有一些地方有螺丝刻画的呢，在化石状态下基本上全部都收起来了啊。然后呢，外面雨越下越大，我觉得我这个收音可能会听到雨声。那终于下雨了啊，还是值得高兴的。那么最近的这个台湾的疫情非常的严重啊，大家没事就少出门吧。但是说到底啊，待会两个钟头之后呢，我要带小朋友到医院去啊回诊啊，这个我要等一下要进出很危险的地方。那就这么回事吧，就利用出门之前呢，给大家呢做个简单的小型的一个玩具的分享。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拼凑的过程够疗愈够喜欢的话，就入吧啊。喜欢一个玩具的话呢，不是很贵就把它买回家，那如果你觉得不怎么样，那你看看过瘾一下也就行了。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呢有帮助到各位，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